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二，今天又来分享生活了。熊二和小叔呢，昨天中午从悬崖村杀九巷杀到这个悬崖村的山顶上。熊二不是把山上房子租出去了吗？然后特意上来，那个网片呀漏雨了，昨天下雨的时候漏得特别厉害，所以上来把它重新补一下那些网片。小叔他一激动到房顶上去弄瓦片了，现在熊二也要去弄了，估计要补一天。马上干完了，真的干了一下午，现在弄完一半了，还有一半还没有弄。看，为了生活啊，把这一次把它补修一下，到时候下面的就他自己来修，或者找工人来修。熊二特意从悬崖村杀九巷上来把它补修，给他补修这个网。第一次把房子租给他就不收他费了，如果下次的话就决定收费了啊。看黑漆漆的啊，上面一半已经弄完了，弄了整整两个小时一半，现在这一半弄完的话估计要到下午四五点去了。昨天就只能住在这儿了，再住在家里面，然后早上就开始干了。主要是昨天晚上下了雨，所以不能一早干活，所以只能把这个雨弄干一点点了才能上，不然的话这些特别滑，不敢上来。唉，头都压死了，加油吧，生活。看，干了半天事情没搞到，快要干完了，就这么一点了，快要干完了，哇，扯这个样子，看吧。睡不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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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我。现在出去哪去？去工作？你干一个忙的了。终于弄完了，现在不会漏雨了。吃点泡面。就下山了，哎呀，这是我们的午餐，看泡面。在山上呀，什么饭都能吃得下去。